五六只，这什么蛋？大白蛋，你看。前几天你们还记着吗？我在这边发现了好多毛蛤蜊，这个蛋一动，里边的孔啊什么的还动呢。你看，这里还有毛，你们看看，我不是一直不知道它是什么蛋吗？你们看这个毛是什么什么什么种类的毛呀？能不能看得出来呀？看不出来，好像仅凭这一堆毛。不说了，赶紧收啊！这个蛋可不小啊，这几个都泡水了，坏了。看一看。这上边没有裂缝，应该没有事儿。哇塞，我跟你们说怎么区分它好不好啊，如果这上面一点泥都没有了的话，都让水泡完了，说明它泡好久了，蛋就不一定好。但是这些上面都还有泥，说明泡的时间短，也就是说完全可以吃啊。差点碎了。好，给它放桶里。大家好，我是牛牛，刚来收获这么多蛋，咱们快去看看能收获什么吧。看我沿着这个水流发现这里好多蛤蜊呀、啊、捡吧。哇、哦、这蛤蜊可真不小，你们看，估计是都是冲出来的，这个水流冲出来的啊。哇，这里水流多，所以都出来了。你看这个多大呀，跟比这几个大多了。收了，你看这上边都还有呢，不少，真不少，快捡吧。你看这种白蛤蜊，这种叫白蛤啊，就是它应该是一年四季都有。嘿，你看，是这里好多，你们看看，我今天赶海速度是不是快了很多？都捡了啊，一排到手。哇塞，这里还有，你看，都这里水更大一些，都冲动往下跑了。这是啥？好漂亮的小扇贝，你看，好肥呀、啊，鼓鼓鼓鼓的。收了啊。咦，开口在这呼吸呀、啊？收了啊。哎，个头不大，但是很肥呀。我发现这里又有两个扇贝，这种扇贝每年都是夏天啊，夏天才会有的。之前的话都是那种带刺儿的那种刺贝，现在是有这种粉红色的贝，是不是特别漂亮？拍个照，收了啊。哎，我在这里又发现两个，这今天一共捡了八个蛋，一对一对的，还真不少。收了啊，慢慢的放进去，以前经常打碎。我没看错吧？你们快看看这里，好多毛蛤蜊呀！之前就在这一块区域捡到的。哎呀，刚刚我是扒掉了一根海凉菜呀，这个海凉菜就晒得不好了。你看，好多！哎，这个还对了，哎，没对，看错了。哎呀，还开着小口，哎，那个都露小舌头了。哎，放进去。现在桶底满了哈，今天收获还可以。你们总是说我桶底盖不过来，哎，洗一下这个沙，可以。这也太大了，这比之前捡的大多了呀，好大呀！哎，小舌头咋收不回去了？睡懵了吧？刚刚它开口又闭上了，它反应倒挺快的，不少啊。我的天，被我的桶底挡住了，我直接没看着。这几个小的摘掉不要了，回家摘了还浪费，希望把它们摘下来之后它们在海里还能活。这不有蛤蜊啊，还往那儿走呢，之前没看到，我以为就是一堆蛤蜊皮什么的。哎呦我的天，我是看了一眼，我没注意。我的天呀，我的天哪，这是多大的失误呀！我赶海以来我可没出现过这么大的失误，我只能是漏看一个，但是从来没有漏看这么多，醉了。你看，收了好多呀，这底下还不知道多少呢。来扒一下看看。哎呦哎呦哎呀，你看还有这么多，让我再看看。哎，还有，这底下应该也不算多吧，因为这边水流太快了。那里好强的一个多，哎，那里还有一个，我的天，我还没追下我就看到它了。哇，好像这一个更漂亮一点，这个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角，这是六角螺吗？哇，好看呀，咱之前捡了一个被咱姐要去了，你看看这个也好呀，咱不说长得一模一样吧，相似度80%，你们感觉吗？这应该是这一片海域底下就有这个啊。哎，不错不错，说了快过来看看这个。哎呀，我寻思来这边看看有没有大货，这没想到呀。什么情况？不太对，
他的脚都碎了，你看这里是一个脚呀。我正说话的功夫我就看到了，你们想吧，这台风有多大，这脚都给他蹭没了。这个叫什么螺山也是，我记得咱也有过类似的，七八几个脚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脚螺了呀。那他叫七脚螺，他叫六脚螺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你们感觉哪个好看啊？哇，收了啊，这会儿就发财了。这是不是螺？不是，给我继续看看有什么好货。咦，啥呀，吓我一跳。走，我不说了，我刚刚捡螺壳的时候我就发现这边白花花的，这里咋还有个垃圾，先带出去啊，不能光顾着收获，我要爱护海洋环境。哎，这上边是吸附的什么海蛎的生蚝？生蚝，我还以为是个海螺呢。带出去，哎，这里鸟的，先来这边，你走那么快干啥？等等我。哇，好多呀，这也太多了吧，你看那个上面还冒泡了。再捡这边，哎呦喂，他们聪明啊，这边水深，他们在这里待着舒服。哎呀，挺大，哎，嘿，这咋感觉动作有点慢呢？水深影响发挥。哎，过来，你看这边更多。哇，这蛤蜊都还不小呢，哎，捡了，嗯，收了，哎呦，可真大呀！哎，这个还吐着粉红色的小舌头，哎，你们看看，这一会儿有没有爆桶的感觉？给我继续，你看那里有一个山贝，哎呦，走近一看，好多蛤蜊啊！我就说我在那边怎么捡了这么多蛤蜊，你看看这土里也有好多。就这一批的蛤蜊都长大了啊，我要是仔细挖一挖，挨着挖一挖的话能挖不少，一桶一麻袋都有的是。哟，这个也太大了吧，就是咱就吃多少挖多少就可以了。啊，这底下好多啊。对，哎，对呀，小心啊，别滑着。这里好多，就是咱不用挖太多，就一盆够吃就行，这都有两盆。行，哎，我吃那个大美味，吃太多了，中间得间隔一段时间，挖点这个白蛤蜊吃。还有，不要着急走。哎，这底下都是石头。行，我也不挖了，走吧，把沙贝捡走。这里还有一个，咱翻一翻石头底下有没有大货，八爪鱼，今年螃蟹少。这里的螃蟹少，起码是去了其他海域吧。然后这个季节八爪鱼不多，他们一出来直接被水就烫死。天气可热了，不是吗？等凉快一会儿就有了，就是不是凉快一会儿，凉快一段时间就有了。没有的。哎呀，我离老远，我说虽然不要了，但就在我眼底下。我过来一看，这么多毛蛤蜊，哎，开着口。伸着小舌头还真搞笑呀！哎呀，这里还有一个扇贝。哎呀，我离老远是看到白蛤蜊。哇塞，这么多呀！最近贝类可真不少，但是就是缺螃蟹、八爪鱼。我都馋八爪鱼了。收了。冰箱里还有冷冻的，但是想吃点新鲜的。嗯，又是没有八爪鱼的一天，收获也还可以。这里我都说要走了，还拾了俩海虹，我把大的捡走，小的不要了，还行，还这两个带走。看那里好大一只螃蟹，捡螃蟹吧，我见别人抓到过，哎，很活跃，你看我的爪子还在动，但是它那两个前大爪好可爱，这么大，两斤啊，咱没见过，没吃过的。我看它身上长的这些东西跟羽毛似的，沉甸甸的，感觉很有肉，回家尝一尝什么味儿。嘿嘿，收了哈，走，继续看看，八爪鱼，八爪鱼有没有？我感觉哈，今天收获很多很多呀，走，加油，努力。八爪鱼有没有？没有哎，走。这里好大一个大鱼两倍呀！我让它推成这样，超大个，超大个，哦，小不小？
它还张着嘴呢，开着壳，一动它它就闭上了。收了啊！哇，这里还有蛤蜊，看那里还有一个扇贝，收收，我也蛤蜊不少吧？看这啥？哇，这什么东西？这应该就是这玩意长出来的吧？嗯。走了，快来这边，把这个扇贝。扇贝好肥，这个季节你们要多吃扇贝，好肥呀、啊！这里是一堆蛤蜊，结队的，看面上都是，我太会看了，看是吧？这里是白蛤蜊，这个看看里边还有没有哈、啊，成对的不能没有啊！哦，藏在里边的这个好大，五个。少不少？哎，还有一个，九个，再找一找。什么声音？轮船的声音吗？嗯，轮船来了，没了。我看这里像一只人的样子哦，肉有肉的，我看这感觉它挺沉啊。这里，你看这个粘液，走吧，把扇贝捡了。这捡到这些大货，扇贝我都可以。哎，瞪了还，我怎么馋了呢？今天可以发了。哦，在这里一条大鱼，哎，这是一个多宝鱼，这个鱼我太熟悉了，我经常吃啊，赶海隔三差五就能抓到，但是这里水的太深，还活不活咋不动？哎，动我的动我的，这种鱼也懒哈、啊，就是懒鱼才搁浅，勤快的鱼搁浅到，你们知道吗？哎哎，呀呀呀，太滑溜了，哦，咋回事啊？这种鱼你们都喜欢怎么吃？你看它的眼睛好可爱呀、啊，我只会清蒸啊，改个刀然后清蒸一下，放锅里，就打点水舀着，哇！大爪鱼要过去了，它从这个坑要跳到那个坑里，快快快！哇，收了它！哎，我还不如你跑得快，我的天！下，哇，你往哪逃啊？你快看呀，它是想过去找他们，他们同伙的都在这呢。收了啊，但是我看这两个咋不动？哎呦，这里太拿走了，累死！我以为我捅翻了呢。看。还有一个，这是水还挺深，这个挂了，但这个还行，收了啊，不错呀。这里最近刮风刮太大，八爪鱼都拍上来了。哎，哦，我看到这里边有几个蛤蜊，哎，是在这里，我一瞬一眨眼就看不见了，这里太不明显了，你好难走啊，我要趴地上了。哎，看怎么样？看前边坑里还有扇贝，这个鱼在桶里太不老实，你们再不老实，赶紧找个坑放着。这是我的，哎呦，掉地上了。我经常把鱼放坑里，因为太沉了，拿不动。这个扇贝也不错，很肥呀。沙滩上我会扒一些，顺手扒一些，因为沙滩上容易，这里太难了。看，好大呀！这样一颠就感觉一斤多呀，收了放桶里。这个鱼在里边不老实，总是蹦。看这里还有三个，嗯，
我一眨眼看这里好像也有一个，这里这里，看今天的收获、啊、怎么样？偶尔的给你们看一下腿，我怕你们羡慕我。看这有品种还不一样，这一个是吧？这是亲戚来串门，说来，这里太危险了，不能让你们来这种地方，你们也就能去景区玩一玩。收收，哦，那个鱼又在桶里蹦了，看到没有？好大个呀！我们这就喜欢用这种蛤蜊喂小孩，又鲜又嫩，特别好吃。你再蹦，再蹦把你放坑里。我头一回不把鱼放坑里。别走了，你看，这不有扇贝吗？我看一下。我还在这个方向里，等我一会儿。这是我个子矮，我走那边根本看不到这边。哇，这么多海葵呢！这个大。别动，我玩一会儿。哇，这个海葵这么大，都吃我吧！咦，收了，收扇贝，收了扇贝，三个也还行吧。大蛤蜊是吧？你们尝不尝？这里还有，好大个呀！你们喜不喜欢吃？冬天来我这里带货啊，来我这里吃啊！哇，还蹦！水呀、啊，下午往外冲大虾，我掐着点来的，怎么样？捡了啊！但是怎么回事啊？变颜色了！今天排出来的这一批虾质量不太好，收了。之前大虾出来都活不烂跳的，但是不影响吃哈、啊，又没有病。我家亲戚告诉我的。今天我给你们交个实底啊，这边养殖场是我家亲戚的，我整天不是拿瓶酒，就是拿拎两只大母鸡，然后去捡这只大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自己也不捡，自己的虾自己都吃够了。这就像赚人家便宜一样，所以我就拿个鸡给他，拎一只鸡给他。你们觉得我这种做法对吧？不错不错啊，收了。哎，看不清，看前面还有。哇、哦，看前面有条大鱼。好了，翻白肚子了。紧急急救一下，你看他还活，我以为他不活了呢。怎么样？哎呦，磕到了，好疼啊！幸亏穿裤子，要我以前穿短裤，这些地方你把我划破了。不错呀，看，你看奄奄一息，你还这么有能耐，哇、哦，这条大鱼不错吧？收获还可以啊。行了，不说了，美国红你们应该都认识啊。看这里边还有虾，看这个虾颜色就不太行了，来收了它，氧化了啊，在这里时间长了。这有，真的紧赶慢赶的下了班来，还是来的有点晚。看这里还有虾，翻翻石块看看，别注意力都在虾上了，石块底下有八爪鱼、螃蟹呀、啊。收了啊，这个虾好大！哎，我一到这个季节就流鼻涕。你们说我是冻的，我还是鼻炎呀？我自己我也没去看。看，这里还有，咦，这个还没看到，个头都还不小呢。给你们看看，啊，4050的大概。收了，差点一路了，走过去了。幸亏你眼睛厉害，给我提醒一下。看这个虾。2030的，真要丢了多浪费。看这里有扇贝呀、啊，这一个要跳舞的节奏啊、哦！哎，捡了它。看，我发现这里边还有一只，看在这个石头缝，怎么样？哇、哦，这里还有虾呢！看石头底下有没有八爪鱼？不藏八爪鱼，奇怪。放下，把大虾收了，两个扇贝，三个大虾，收获不错啊，收了。哟、哦，你看，哎，光台，这一条八爪鱼。啥？我才走到这边你就看到了，你比我快一步呀！咦，不错不错，你看它的吸力好紧，哇，这么长！你看它的爪子不仅长，而且还有那个松紧。哎，你看，拽
给它拽断了。哎，出来吧，收了啊。嘿，三桶里，不不错呀，你们看怎么样啊？这么大半桶啊。走，快来，这里还有活的虾。哇塞，看看看，哇，不熟不熟，在那是吧？你看这是吧？不是。哎，没有，但是这里面藏了好多虾呀！你看，哎，有了，看不清了，有点。今天全都是死虾呀。嗯，咱来的有点晚，差着点也没来准时。还有，咋咋回事？小鱼怎么吃？鱼在这里吃虾呢。对不起了，小鱼，给你抢食吃。来，这边还有。顺着这个地方捡一下，哎，哇，差不多，收了。看，这里一只大龙虾，现在正在退潮，咱们这两个直退下去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的妈，活不着呀！快看，这咋回事啊？我就说吧，啊，它不是退不下去，而是它不太活了，所以说它下不去了。哇，这个个头可不小呢，你看它这个大钳子，哎呀，高，哎。它还动，奄奄一息的龙虾吃了没有事吧？如果你们觉得有什么问题，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啊。我先，就这样先拿回家。看这里好多虾米呀！哎呀，看，这个都是有肉的哟。你看都是活的。你看，放到这个可有意思了，它开着口，然后我一拿它闭上了。这个，你看都还不错的，都很肥呀、啊，这里鼓鼓的。看。好可爱一个鲍鱼苗啊！咦，哪里？不是鲍鱼苗，说错了，小沙贝，看小沙贝苗啊，它怎么这么可爱呀、啊？收了啊，这个没长大，给它放到底下，等它长大咱们再来啊。看，这里还有，你看这一个老有意思了，壳的颜色还不一样，这个在里边要跳舞。这个好肥的样子，哎呀，一起带上去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看，哎呀，这里边还有鱼在吃，这个坏了，然后有鱼在吃，给它放着吧。这个是啥？备注的肉。那边还那么多？哇、哦，才看到！哎呀，开夹！哎呀，这个开口了，能不能闭上？是不是？这里水还挺深的，注意一点。慢点。哎，破的湿了，给你们看。不管它，赶海哪有不湿鞋的？哎，掉了。真的水有点深啊！你过来。你看，我看那边好像有一个鲍鱼站在那，它这里还有一只。哎呦啊！躺在这睡着了，你看，收了。你看这虾贝都很大哈，不说了，我就不给你们一一看了，收了啊。把这个鲍鱼拿走，怎么回事啊？你睡着啦？本来贴在石头上，睡着了，然后就掉下来。这边，好多呀！咦，看这个肉多肥，翘起来了。这虾贝不小啊，就有几个个头小的，其他的都很大。你看这个多肥。这个多肥，特别厚啊！收了，看那里还有，过来。不错的哟。哎呀，现在这个季节的扇贝特别鲜甜，你们知道吗？哎，这里还有一个孤零零的在这儿。他应该是自己跑到这了，收了。你们看，这一会儿收这么多，大伙去养着了。我一会儿就过去拿，在坑里。你们看，我发现个啥？这么小的石头缝里就有一个大鲍鱼藏着，看到了吗？它吸在这儿，就给它拿了。你看我一动它，它动了，咦，吸得好紧，哎呀，撞到手了还。不错，这个老肥了，个头也还行。看看这里了，咦。这里面还有一个，咦，看它吸得轻哈，看怎么样？这一个也行啊，收了。看看这里边会不会还有啊？
那这样我就发财了。嗯，翻不动。嗯，翻不动。起。越勾起我的战胜心了。这是啥？海葵。动了，动了的。有吗？没有。玩一下吧。看你长在石头上，你还能逃到哪里去？他刺我一脸水还。看，无处可逃了。长在沙里的是最好的，长在这上面的不行。再不要，咱就不伤他了啊！我给他放回去。进去吧。快看，这里谁不是大？哇，不对呀，不是海鸭蛋，这啥呀？鹅蛋吗？哇，好大，给你们看看，海鸭蛋这么点，是绿色的，这是白色的。哇，看，有两个脸这么大。之前我以为是鹅蛋，你们知道吗？其实不是。那这是什么蛋啊？带回去吧，万一带回去还是安全的，在这里涨潮，浪上来被石头被打坏了嘛，是不是？这里还有两个，好大呀！这个比海鸭蛋大不少啊。大不少，海鸭蛋一个手能拿俩，你看这个，一个手只能拿一个，一个比一个大。哇，看到黄了，金黄黄的，果然不一样啊！咱家里的鹅呀、鸡呀、鸭呀下的蛋根本看不到黄的。哇塞，冒眼螺，这里一个，你看这个是古堡，你们猜这个是不是啊？看着像啊，先把这个拿出来。最近抓到好多冒眼螺，哦，我太开心了，表演，咦，好玩啊，太开心了，这就是我赶海最大的乐趣啊。其实啊，吃我是早就吃够了，嘿嘿，就是玩，有没有开盲盒的感觉？你看，不是，开盲盒，哇，有，过来，哎。好多沙，看看，哇塞，太新鲜了，又没捏好。看这里，既有扇贝，还有蛋。这要是长成这样的话，分分钟桶爆满，分分钟桶爆满。哇，好大的大蛋，收了啊！他们总是笑话我说，头底还没遮过来就说半桶，怎么样？今天我势必要把桶爆满了啊！看，好漂亮的扇贝呀！哇塞，古堡！以我的经验看，100%是个冒烟螺。你们猜呢？妈呀，啥呀？蛋！妈呀，完了完了，翻车了，翻车了，翻车了！这掏好的也是一个博主呀，翻车了，不用赶海了。咦，小香螺一只，啊，它在这里正在往外爬哦。哎呀，好多水呀，好多沙呀！收了收了，洗一下。哎呀，个头不大，水还不小，一下子差点把我的蛋砸碎了。看，这里两个扇贝。哇、哦，我刚刚看到它还在一张口一闭口的，收了啊。看那里三个扇贝。哎，看这里是不是一个螺？卧沙的小螺，香螺啊！最近沙滩上有香螺了呢。咦，不错呀，嗯哼，收了，太多沙了，太多粘液了，收吧，过来把扇贝捡。哎呀，太大了，这个，这得多大的肉啊！嗯哼，哎，什么情况？没有肉的，噔噔，好吧。海螺太就是多啊，还是台风的原因吧。哎呦，这里水可烫人了，这个扇贝憋着头啊。哦，疼倒了，疼倒了。哎，这里太不好了。哎呀，我这螺都掉了，都溅了，都溅了。放在这，这里行动不便。都掉这里面了，走吧。哎，把这里捡了，这一窝又不少吧？哦，这里水烫人，好烫人！这个季节洗海藻正合适，快来呀你们！哎，这里还有，捡了啊，上
不回去。吃的海南菜可好吃了。哎，收了。这里还有好多扇贝，你看这个扇贝可真聪明呀。海南菜能给他们遮一下阴，然后他们就藏在海南菜底下了。这里还有好多。好久没吃蒜蓉粉丝蒸扇贝了，就用这些做吧。收，看这里有螺，那里还有扇贝。那个螺呢？我离老远看到它在沙里，看有肉的。我看还有一个嘞，找不到了，真的是不好找啊。在这一个。我知道那里有，但是我看到这里还有一个嘞，他把这个扇贝捡了。嘿、哎，扇贝两个，这有扇贝呀，过来，哎，捡了它。哎，不对，你看，你看，蹲下一看，这里好多螺啊！哇塞，海螺！怪不得在前边我捡了几根海螺呢。你看，好多呀，海螺菜，还这个窝里。哇，我真是没想到我一把还能抓起来这么多。这小海螺可好吃了，比大海螺好吃，跟你们说。这个小海螺肉特别嫩，炒一下，辣炒都能入味了。这还有一个。哎呀，我过不来呀。哎，看看好，仔细看看，别漏了，没有了。走，继续。啊，这里我又发现了一堆。哎呀，这两天就是一桶一桶的往回捡呀，跟邻居们都跟着我沾光呀，跟你们说，真的是，我自己吃不完，因为这个海凉菜一晚上它就不怎么好了，我回家自己吃一盘，然后就分给他们了。这话说出来，是不是你们又想跟我做邻居了？捡了它，在教室区都能挖蛤蜊，你们信不信？你们看这里一堆蛤蜊呀，这也太好了，一窝的，好这么多，嘿，好多呀，哎，这个蛤蜊是我最喜欢吃的蛤蜊啊，它很便宜，但是很好吃，这就是我经常吃都吃不够啊，有些东西经常吃就吃够了，但是这个不会，我经常吃也吃不够。太开心了，收！再挖一下，看看里边还有吗？哎哎哎，看，又挖出来一个，这么大，漏了，可惜了，使劲挖一下吧。给你们看看，仔细一看，这个石头缝里有一个海参，但是天气太热，它已经软塌塌的了。哎呦哎呦，差点不成形了，希望到我的桶里还能拯救它。收！我看这里还有好多海凉菜。这还一个海参，你看，真的吗？在这儿看没？等会儿，我把这个捡了。刚刚我都捡起来，你一说海参，我条件反射把这个菜扔了。夏天海凉菜真多呀、哎。对呀，没了，再来把这个海参放上。这个海参还不如刚刚那个，你看更长。哎呀，捡了两个这种海参啊，就是哎呀呀呀呀，越拿越醉呀，快放下吧，别说了，走。有肉的，这么大呀！最近是产这种大海螺吗？我天，经常抓到这种大海螺，第一次抓到差点吃惊呆了，这次不吃惊了啊，就是很好吃，收了啊，走，你看看有大螺没？好多蛤蜊，哎呀，这个在沙里还，这里还有两个毛蛤蜊也出来了，哎，哎呀，收了。这里好多呀，这蛤蜊界这是内卷，这么严重了吗？咋就出来找我呢？昨天晚上风大。对呀，今天吹大潮，然后这边的吹大潮吹的特别特别大，天气一下子刮晴了。你看今天海边的天多么漂亮，海水也特别的蓝，还有遍地蛤蜊界，这也太好了，就是现在和日丽的天气最好了。还有吗？在哪里？没看到呀，差点儿。收了。走。什么品种的蛤蜊？这里一个不活的八爪鱼。哎呀，你看那里好漂亮一个大螺呀！呸，八爪鱼，我都不看。来，哇，应该没有肉，你看这个样。啊，哇，这个是什么螺？
什么螺呀？这个是椰子螺，没有肉哈，椰子螺的螺壳。哇，好漂亮呀！这个地方谁想要啊？这是风景还是椰子？椰子螺什么风景螺？风景螺应该是卖的时候它的学名吧？好，你赢了。谁想要这个可以给你啊，不管它叫什么，你可以给它起名字。好大一个大海参啊！你看它好干净啊，身上一点沙都没有。哎呀，我宣布你啊，当这一届卫生委员，收了。你看这里一个鼓包，是不是有墨叶螺里边？又翻车了。天哪，我不信了，扒得深一点，真没有。好吧，没有没有。好的，看有沙龟。哎，我一抬头看，这里哪里？它这不明显，我竟然没看到。哦，撞头了。哎呀，藏在沙里藏的可真的是，可真的是结实藏的，差点没看到。收了。哎呦。你看它藏得这么严实啊，你现在找一找，说不定又中了什么。我发现这里一堆蛤蜊，看是不是，哇，白蛤不小不小，来，有一窝呀，哇，又是翻车了，只有俩呀，失算了，不是一堆吗？怎么回事啊？不按常理出牌，收了吧，走。好多水蚁啊，漂亮哇！哎呀，这手感，哎，你们想不想玩一下？收了啊！咋样？哇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个好小。哎，这个是小香螺吧？哎，是小香螺。哇，这个好听话呀，给我机会捏个水。喂，水好丰富哇！啊！自己吃自己一点水，咦、哎，漂亮吧？就为你们漂亮吧？全吃我脸上了！哇、啊，我看到镜头都刺上了，啊，太好玩了！哇，得用力，你们知道吗？这要是小孩还捏不动。好了，收了啊！太开心了！哇塞，这是鲍鱼，我把桶放下过来。哦，这里你看，你看，排水口排了鲍鱼，你看前面就是排水口。前面上，然后鲍鱼他们都爬过来了。哎呀，怎么样？这里很凉快，是不是？看这个还背着呢，它背着它，你看，哦，这个肉很肥。看看底下还有没有啊？看，这里还有三只，三只三只的，都是单数，你们不能成双成对的吗？哎呀，这肉呀！来来，这里还有，你拍高一点，我都没看见啊！你拍高一点，我说你镜头把他俩给堵死了，看这么多，来，我看前面像有的样子，近视眼有点看不清啊，我去看看，是呀，对不对？你看看，哎，这个掉地上了，把钱放过去。哎呀，怎么样？动不动还是动物的，它应该是自己爬着爬着掉下来，看这个。撕不下来，你们看，这里、啊。哎呀，哦，心里还是很紧的呀。洗一下沙，你瞅瞅它上边，咋这么多沙？使劲洗洗。好了，走，放桶里啊。哇，这里又一个大猫蛤蜊！天哪，多么大呀！一两斤沉啊，收。我看前边还有货的样子，你起来起来那。哦，我看到八爪鱼在这里了，你看这里还有一条，哇，太可爱了吧，小可爱，你看你看，呀，跑了，咦，跑了，千万别吐沫，大哥，跑归跑，闹归闹，别吐沫，别吐沫，放桶里。哎，你也出来吧，小朋友，看，这两个像在这里玩耍一样，真漂亮，长得，看，白白嫩嫩的哈，收收，放桶里。哎，石头底下有没有？翻起来。他们都出来了，你知道吧？他就是在这石头底下的，有没有？看看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都原味吧。看，我发现这里一个花甲，有肉没？看看啊，戴手套打不开，有肉的，有肉的，你们看，闭着口吧，不错啊，这个花甲还算不小了呢，收了。快看这个八爪鱼，我刚从石头给它掏出来，它就跑这里了，它太活跃了吧，这个八爪鱼大兄弟，
小可爱，说哦呦呦呦，什么情况？是不是从他的嘴里吐出一条鱼啊？还是在这里有个鱼被他打扰了？真有意思，别跑了，我想端着不走。跑得比我还快，你站起来走两步才能抓到它，怎么样？非常可爱吧？换桶里啊！你们看，这里像有一个蛤蜊的样子哟。出来吧。我看这里是不是还有一个？约约的是吧？出来出来。那我感觉这里哈会有一堆的，抠一下。是不是一个？再抠，又有一个。就不能一下子出来两个吗？这也太小气了吧！没了。哎呀，感觉底下疙疙瘩瘩的，但是怎么出来的不是蛤蜊？鹅卵石。没了，就四个。这一个，这一窝也太少了啊。不过也是可以的，个头都不小。看看，这么大，有的吃了，回去。马桶里。继续看石头底下有没有？太沉了，搬不动。这里是没有的。看，脚爪子一个，这一个八爪鱼，这什么情况呀？你看，它就好像被挤在这里了，其实它是还没有钻进去。你看，开始了。哇，你真有劲儿！哇，这个石头可沉了。我看了八爪鱼了，有动力了，当然有劲。你看，撕不下来。这里边还藏了这么多小鱼，起来吧！你看，它一直在往里拱。其实，它的重点是扎在这个石头上的。看，我发现好多小海螺这里，你看，这个不小呀，这个好大！哇塞，发财了！怪不得前几天我陆陆续续的都捡到小海螺了，因为很多海螺都泛滥了，你们快看，绝了！摄影师帮我看着点儿，我怕我漏下了。看，这么多，这是个什么呀？这什么？哇！哇塞！哇，这啥？金戒指！我的天，金戒指！这是真的假的？哇塞！这个款式，该说不说的，不像年轻人戴的，这谁戴的？你看，还挺粗的。什么情况呀？我得回家鉴定一下真伪啊！我看着像真的。我的天，摄影师你真是，这眼神太好使了！我光知道捡海螺了，没有了吧？这不还有好多吗？这儿，你看密密麻麻的这一起。我走主要是。哇塞，这如果是真的，我得给你加十个鸡腿。这一个你值多少钱？哇塞，这个螺叫黄金螺。又捡了个大黄金，哇塞，什么眼神你？我真没看见，哇，是不是金光闪闪的，眼都闪瞎的那种？太棒了！嘿，戴上金戒指，我感觉搬石头都有劲儿了。这啥？海蛎子。这个也是有肉的，带回去。我在这里又发现了几个螺。这螺也太多了，真是大爆发！你看都还活，一戳就进去了。这些螺好吃，特别好吃。看这里好多蛤蜊啊！这么多呀！好大的蛤蜊还，这蛤蜊比我捡的那个小螺都大呢。看，真的差点比小螺大了。看，这比某些螺，个别的螺都大了哈。输了。太大了，这大蛤蜊，没了！哇塞，这里你看好多蛤蜊呀！我的天，不知道能不能拍出来，我就用眼一看，随便一瞄，这里好多，啊，一窝一窝的，拿不起来！哇塞，别说不说的，它有点碍事，拿下来放桶里。哇塞，刚刚我从你一扔。我怎么感觉这声音不太对？这大天接着，像是不是真的啊？哇塞，好热呀！这水，那里还有，这个是不是？果然是，刘家煮一盆，自己我一顿就吃了，看个电视。你们的不知道你们追剧下饭菜是什么？我追剧的下饭菜是蛤蜊。我的天，你敢信呀？
这都快要涨潮了，然后我往里走的时候，你看发现了这里一只海参，我就寻思今天怎么没捡个海参呢，果然让我捡着了，这也太巧了，这纯属巧合。你看越拿越长，放桶里，看这都涨潮了，推上来一个垃圾，这个垃圾还挺干净的，估计是今天扔的啊。好多呀，快看这里还有一个海参，你看你看吧，沾了好多土，它哇好多蛤蜊，一老远了是真没看到这个海参啊，看到蛤蜊了。哎，这水烫人，说实话我真的是就这个感觉，就是凉水刺骨一样难受，不舒服。反正哎走吧，收了，老远看到这里有很多，哎这里还有一个，这里还有很厉害，有肉的。哎，这里还有啊！哎呀，太棒了！走，捡一捡。哇塞，这还好多呢！哎呦，哎呦，这怎么越捡越多？这感觉可真棒！哎，就是这里可不好走呀！哎呀，来了，这里多，哎，这里多。哦呦，这么多呀！这啥海带？海带都晒烂了，这里还有一个，你帮我拿。那里还有？哪里？哦，这还有两个。它的水好烫啊！哎呀，这水可烫了。收了。你看这是什么？你看红豆海凉菜，那里还有，快捡！哇，好久没捡到海凉菜了，估计这两天台风刮上来的。你看，现在台风已经过了啊！想来的朋友们赶紧来，看这海凉菜漂不漂亮？哇塞，看着很新鲜啊，很漂亮，回家又可以吃海凉菜了。哎哎，收了，一起收了啊！看，就这一坨就差点大把桶了，赶紧捡。大家好，我是牛牛，我又来赶海了啊！刚来就碰上这么多海凉菜，可真是惊喜呀、啊！收，别录了，走吧，看看下边。这还有一个。哎。说不漏，差点把你漏了。走，来这边。哎呀，好多呀！你们喜不喜欢？哎，哇塞，太漂亮了！你们想吃吗？现在想来海边的，快点来啊！这几天可以了，是不是山野参？是不是没有台风了？嗯。快来吧，31度，温度水温正好。咦、哎，开口在这呼吸呢，你们看，这扇贝真漂亮。哎呦，看这边水真清澈，就这么干净的水洗海藻，它能不少吗？是不是？哎，好多呀！哎呀，哎呀，看这里还有，我的天哪，这个被水都冲上来了，好在没晒化，赶紧收。哎呀，哎呀，看看石头底下，你看前面还有，好多呢。我看这石头底下有八爪鱼、螃蟹什么的。喂，哎，这卡的也太严实了，看不到，拔不下来。你看这个海蛎子都碎了，这肉都露出来了，我还不信呢。哎，没有，走吧。哦，这里好多，咦、哎，这也太棒了，这一下子真不错，太漂亮了哈，收，进去。镜头，这一会儿满桶了。哇塞，你看看这面上全都是扇贝，你看那里还有螺，这应该是水太热了，他们不往里卧沙的那个螺呀，那个螺是会卧沙的。看看大扇贝，哎，对，嘿，今天桶又要爆满了。哎呦，哎呀，你看这几个螺，我看还活不？哎呦，还是活的呀！你看这里还有，哎，这个扇贝也活。这个扇贝螺生命力很强的，其实。还有一个。哎呦，差点没看到。看看这里边有没有螃蟹、八爪鱼。没有。哎，没有啊。哎，这个也能搬得动。看一下，发挥。一二三，有没有？没有。哎呀，来看看这两个。哎呦，哦，差点，差点砸到。有没有？没有，就还有螺。哎呀。最后一块，亲，有没有？没有哎。没有。走吧。哇，这里啊，快点快点，赶紧捡！你看那里，都那个什么了，都晒干了。
开这里，这里特别点吧。哇，好多呀！现在一下子都流口水了。回去弄点生抽，然后弄点蒜泥、香菜什么的，一拌可好吃了。说了啊，收。看这边这么多，这里都干了。再给它泡点水，然后放桶里，还得。这一朵也别漏了，这里还有一朵，尽量捡一下，走吧。这里好多蛋，快看！哎呀，好多呀，但是都泡水了。我的天，就泡半天没事吧？我今天来的早，潮还没退下去我就来了啊！不像以前，就是来的时候潮就退到底了。你看这里，它都冲过去了。哇，这是几个？六个，可以啊。哎，我在那边已经捡了一些海虹了，其实。放下，看看这边，九个，单数呢，有点不得劲儿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懒了，我蹲在这儿伸手去够的，我应该走过去。哎呀呀呀，这个也差点对了。再看看，有没有感觉这个黄比那个，那个普通的鸡蛋什么的鲜艳一点？是不是？是。太漂亮了，打开喂鱼虾吧。哎呀，可惜了。走吧，继续。这里还有的，哎呀，刚来，这一会儿啊，不是，这一会儿光捡蛋了。你看，捡二十来只了，一下子四个，像那种一下子捡一个的，这不是五个？啊、哦，五个。像那种一下子捡一个的，我都没录。哎呀，捡二十来只了啊，怎么样？出镜的是有十四个。哇、哦，这里有一个，你看这里还有一个。Yes， 呀呀，看多么大。这个吃起来口感也还行啊，但是不如那种美味好吃，也可以啊，这么大。哎，现在这个地上你们看，又是稍微有点脏，季节性问题啊。夏天的时候火柴比较多，收获了啊。这里好多鲍鱼啊，不是鲍鱼啊，啥来着？黑鲍鱼。海虹。黑鲍鱼，黑鲍鱼就是海虹啊。看这扇贝，哎呀，看赶还赶出经验来了，这种扇贝。怎么说嘞，其他的海鲜这么热的天很快就不活了，但是这个扇贝生存能力挺强的，它比那种真空贝生存能力还强。你看太大了，海虹也还活着，可以。哎，过来，这什么？啊，摄影师你早就看到了，在那等着我了，一个大大鲍鱼。你看这个鲍鱼可真不小，该手掌这么大的。看这里俩蛋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鲍鱼，哎，不错不错，这也太幸运了吧！捡了两个蛋，恭喜你们两个，可以出镜啦！走，带十二个蛋呀！哎呦，你看，看这个鲍鱼很大，可惜不活了，藏在那里跟真事似的。哎呦，活着，你看它这里还动呢，看这个眼睛，金灿灿的。我离老远一看，我说那是一只虾。我都不知道是野生的还是养殖的，你看，走近一看，眼睛金灿灿的，胡子这么长，这是野生的虾。虽然它不活了，但是看着很好呀，是不是？很新鲜。带走啊，又有口福了。看这里还有一个好看的壳，哎呀呀呀，对了，一个小螃蟹。你看这是啥？啊，这也是一个小螃蟹。嗯，太热了，你们知道吗？藏不好，它们藏不好就会被热死。八爪鱼有没有？螃蟹有没有？还有啊！你看这里有扇贝，这里还有一个大蛤蜊。哎呀，今天这大蛤蜊也太大了！你看，每一个都比手掌还大。你看这扇贝也这么大，这咋这么巧啊？都一样大呀！这啥规则的？太巧了，跟双胞胎似的。我是发现了这种扇贝，你看这颜色都是一面白一面黑。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今天比较勤快，翻石头比较多？嘿，都因为我馋螃蟹了，馋八爪鱼了。这个季节八爪鱼不多了，看、啊、你们馋卵的都已经去海底了。你不看这里呗，这是什么呀？你看我还没走近，离老远我就看到了。这啥呀？我进来看看。天哪，这小鸡蛋呀，这不是啊，是什么蛋？看看，哇塞，好多呀！你看，摄影师都激动的爬进来了，往常他们不进来的。你看这个还对了，这是蛋，是不是？
什么蛋？让我来捡几个玩一玩，我就不带回家了。那给我吃，我也不敢吃啊。我看别人也捡到了，你看，可能这最近附近好多这些东西，注意了，你看看。哇，可真有意思，这啥蛋？有没有知道的？你们如果谁知道的话，记得那个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一下啊。这些我就放在这儿吧。我得继续去干海了啊！好多呀、哎，你后边全是，别踩了，别给踩了。对，好多。说不定能孵化出来放这儿。这些石块底下可能还有海鲜啥，但是我不想要了，因为这些蛋我有点害怕，我继续干海。看这里好多海星啊！还有个头还行，有大有小的啊！你看这个超级大呀，比起这个就大多了啊！哇、哦！一下子这是几个？四个。你看它的爪子上吸这么多东西，这海星好漂亮呀！一到这个季节，海星都吃到饱啊！你们想不想吃啊？海星的籽还挺好吃啊！哎，这里还有一个籽，这是哪个海星掉爪了？你看啊，这里都露着籽了，教一下你们怎么吃啊？你看，这里是它的籽，就吃这里边的籽。但是要掰这一边儿，我熟了之后掰这里，学会了吗？看看有没有货。哎呀，没有，这里是真像龙窝呀。这个石块底下应该没有吧？啊，真没有，太平了这里。哎，看看这里有没有，这里像不像藏货的样子？肯定有。哦，果然有一只大的啊！这里还有化学蟹，还有化学蟹。哎呀，这么大！哇塞，哇塞，哇！给你们看看，这一个不得有个两斤啊，腿这么长，你看，瘦了啊！哎呀，看看这里还有吗？这里，哎，快看，这里。这里、啊、我是说不是有八爪鱼，是这里有泡泡。这肯定有螃蟹或者八爪鱼，肯定有货，100%。来，让你们见证我专业程度啊！你看怎么样？是他吐的泡泡。哎呀，他的吸力好大！你看，切开刮的这一个。哦，厉害厉害！但是这个爪子挺短的，看到了吗？比刚刚那条短多了，连人家一半都没有。这一个是一个，哎，粗胖瘦了啊！看看这里有货没有？哎呀，这谁放的？这怎么藏货呀？翻过来。哎，就这样才能藏货，也没有。看看这个小石头底下。如果掏了八爪鱼就是惊喜。哎，没有没有，这里颜色不一样，这里是一个海带吗？哎呦，这是个裙带带呀，这像小裙子一样是吧？这是那个上边那一层啊，是小裙带带。你看，是小裙带带，它长大了之后，这下边这一个一个的就会长这么长。像小裙子一样，对吧？这个带回去我还能凉拌一小盆儿。说了，看看你两个袋子，你看这里还有一个。哎，这个容易往外拿，你看一拿就出来了。我的不深，这个头和手掌差不多大。嗯，这个卖的话也能卖的便宜，大的贵呀、啊。袋子啊，收了。看这个握的多深，这一个个头也不大，都是手掌大小。你看这个袋子面多好看，五颜六色的，是吧？就像彩虹一样。带走啊！这里边有没有货？哎呀，哇、哦！终于又抓了一条八爪鱼，这个头也不小啊！哎呀，厉害厉害！看这个，呜呜呜呜！哦哦哦，不跳舞了，害怕了，
疯狂的小逃跑啊！进去吧你。哇，这里挺好的，是吧？里边藏个小的也行啊。没有。这里还有两个海星。哟，这两个海星长得可真好看呀，很标志啊。这里还有一个海星腿，这个烂了，跟刚刚那个剪的差不多。看这个，两个很标志吧，都长得好看，只是这个有点软了。上次的话给你们抛了一个问题，海参软的硬还是硬的软的好还是硬的好？今天还有一个问题，海星软的好还是硬的好？今天会在评论区里告诉你们答案啊，你们记得去看哟。